确诊的小朋友拿着行李准备去隔离，看了让人心疼不忍。这样的景象在这一次上海疫情中屡见不鲜。官方通报，累计六岁以下儿童感染者有12707例，约占总数的2.4%，主要收治在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等定点医院，也有的在方舱医院由监护人陪同。而60岁以上长者两剂全程接种率62%，各区将以老年人为重点加速疫苗施打。上海封城满一个月，累计确诊超过55万。在广东深圳地铁站，要求所有人进站要有核酸检测，包括婴儿。一名妈妈带着宝宝，因为没有报告被挡在闸门外。包括宝宝也需要出示吗？对，乘坐地铁的人员都要，大人是可以帮他代为出示吗？河北唐山的迁安市加码硬隔离，社区竟然要求每户人家上交家里的钥匙，如果拒绝就会被强制用铁丝锁门。对指纹密码锁的住户打孔插棍，不配合的居民交由警方处理。事件引发舆论反弹，网友一面倒怒批简直土匪，万一屋里发生火灾怎么办？在苏州一条高速公路上，民众拍到每隔100公尺就有一名志愿者站岗，道路两旁还加装了刀片钢丝网，防止从上海来的人半路下车逃避检查。甚至到了晚上，志愿者还拿着手电筒巡逻，简直布下了天罗地网。临近的杭州市宣布，全市人员必须每48小时做一次核酸检测，否则不得进入公共场所，也不得乘坐大众交通工具，形同遭到禁足。不过杭州28号只新增了2例，如此未雨绸缪，不少大陆网友予以肯定。毕竟比起封城，密集的捅鼻子要好太多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有3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，这个比较大的，好，它是比较适合大坪数的。那再来呢，还有这一种款哦，这种办公室很多，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，放在你自己的桌上。哪里买呢？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，记得输入优惠，马上就给你折扣。